忙进行超省时的宴客菜，欢迎杰瑞师傅。这是和牛吧？是的，没错，这是和牛，而且是来自日本的和牛，从日本出产的呢，它的价格平均都比其他国家高上一倍。哦，一倍，想吃了。菜名什么？火烧 A5 和牛通心粉沙拉船。哇，通心粉沙拉船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热锅之后呢，我们下一点油进来，加满油，下一点盐巴哦。嗯，煎的时候呢，它比较容易吃上味道。好，哇！但我想要问一下，例如说 A5 它的油脂这么丰富，在煎的时候还是需要橄榄油这个媒介？要，还是该这样说，如果你的油不够多，烧得不够热，你的牛肉下去它温度降太快，它没有办法呈现焦糖色。它还是需要一个介质，它需要保温的感觉。它的那个美纳反应要烧热，美纳反应会不够强烈。这一块和牛，你们猜多少钱？和牛很大块，3000块以上吧。对啊，很大块，好像要3000块以上吧，5000。五万呢？5000啊，5万！我以前的价值观太偏差了。我没吃过那么大块。这一片5万，你吃得下去啊？他都吃5万的，他哇！你偷偷摸摸加了些什么东西？讲一下。芒果、洛梨，还有加一点紫洋葱进来，然后放了一点盐糖做调味。已经煮熟的东西放在一起。对。然后这一边呢，美奶滋，我们就放美奶滋。是甜味的美奶滋吗？有带甜吗？是带甜味的，然后加一点柠檬汁进来。等一下，师傅，后面会不会煎太久了？不会啊。所以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用这个火下去烧，烧到表面，还有夹子，让它有一种恰烹的感觉哦。然后在火烧的部分就来了，我倒是。哇！在家，我就可以不在家里不要学啊，在家里。火太大了吧？牛奶都不见了，烧哎！然后这边我们来做酱汁，就用可乐，可乐，对，可乐，酱油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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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蚝油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刚刚加，你要加什么？番茄酱吧？还是番茄酱吗？不是吧？辣椒酱，好，辣椒酱，加一点辣味，巴萨米克醋，巴萨米克，巴萨米克，这应该是醋膏，对不对？对。是，应该是醋膏，是。来，这是蜂蜜，对，蜂蜜，再补一点进来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向大家烧这个酱汁，把整个肉香跟这个酱汁呢融合在一起。刚才的肉汁在里面，对，刚才肉分泌出来的油都在里面，没有错。因为时间关系哦，把它分两锅来烧。哦，你要烧到浓稠吗？对，要烧到浓稠。哇，好帅，好帅，标志。哇，漂亮，哇，你看手臂多漂亮，刚刚好。对，一定要吃到。它如果切10片，就是一片500，一条500。哇，还没吃过这么高级的。那个，倒数最后1分钟。哇，船来了，船！这边准备一艘船，好漂亮，好可爱。然后这个，我用镂空雕，很好看，镂空雕。厉害耶，哇，超酷的。会把这个，把它装进去。哇。洛梨，鼓掌！那这条船出去这样开是要10000了。要哦！船呐，需要再排排浪，白浪滔滔，我们怕。绝了！你真的还留一块要干什么？他自己吃。哎呀，诚实可以，诚实可以的，可以可以。船帆被出航。好啊！漂亮漂亮，哇塞，这个和牛化开吧，化开，好吃到不行哦，超棒的，入口即化，是三分熟，入口即化，只要传的和牛都夹光哎，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，因为你们吃不到，快吃快吃，一片才5000块，我们去买就有了，那。好帅哦，开心不？好香哦！啊，这切面真的太漂亮，这酱汁应该蛮厉害的，很赞。它有点像更摆放年份更久的陈年酒醋。哎呀，对，那个醋的味道，还有可乐的加持，对，很厉害。我掌声鼓励。